大家好，我是波卡多。因为上次影片得到热烈的回响，于是整理了各位粉丝朋友的留言，发觉有些招式也真的蛮经典的，像是那这次就来介绍那些年经典的动漫招式。阿布巴第五名，小魔女斗瑞咪。这是小魔女斗瑞咪一开始使用魔法的咒语，很长的一串。由于动画前期一直有念这咒语，所以这个也真的令人难忘呢。第四名，神奇宝贝皮卡丘，十万伏特。这是皮卡丘最经典的绝招，不管前期的无意。还是最新的日月都还有一直使用之万伏特，但波卡多更喜欢皮卡丘的另一个招式铁尾巴。第三名，妖精的尾巴下火龙的咆哮，这是灭龙魔法之一，只要是灭龙魔法师都会咆哮这招。另外除了这招外，下还有很多招也很经典呢。第二名，猎人小杰猜猜拳，这是属于小杰的念能力绝招，使用不时可以发出气功。使用剪刀时，手指就变得跟刀一样。使用石头时，则是拥有超强的破坏力。那更令人惊艳的就是当他变成大杰时，不止头发变长，就连猜猜拳绝招也是毁天灭地般的惊人呢。第一名当然是各位众所期待的刀剑神域，同人的西八七六三星爆气流斩。一个前几分钟妹子还问他，为什么你不拿盾牌，一脸无奈，好像是在说林北是不能有秘密秘，下一秒就请同伴拜托再撑十秒的，便公开刚才的秘密，一脸就是在说因为林北是二刀流的，所以不拿盾牌这玩意，然后就打出那华丽又重二的星爆气流斩，星爆气流斩，接着就是手起刀落，手起刀落，说这块还要更快的砍爆小王。我也是醉了，根本就是主角威能开太大，这个真的是不虚不行的经典招式呀。以上就是波卡多重新整理各位粉丝朋友的留言后的动漫经典招式，还有什么招式也令你觉得难忘或经典呢？也欢迎在留言分享给我哟。那波卡影片下次见。